Abundant Country Type， 我出门办事，你别偷跑出去玩游戏。放心吧，爸。Abundant Abundant Abundant， 我爸出门了，兄弟们游戏走起。目的是多么多寂寞。洋洋一个人在家，你放心吧。放心。电脑房被我换了定制的，主要是在我这儿，他肯定。幸好我早有准备。林佳，你是我最信任的女性朋友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他想偷偷去网吧？不可能，他的卡绑定了我的手机号码，任何消费记录我都知道。林佳，洋洋呢？叔叔，洋洋没来，他说有电脑房的备用钥匙，在家就能上网了。他怎么知道备用钥匙放在卧室床底下？愁水挥不。叔叔，我听歌呢。对不起，林佳，多谢了。到我爸了，帮我从我爸那探听出备用钥匙的位置，顺便再帮我演一下。爸，你回来了。你们干嘛去了？理发辞令，去散了会儿步。那我看到你有网吧的消费记录。散步可了，就近在附近网吧买两瓶饮料，有支付明细，不充值，拿两瓶饮料就行。你没在网吧打游戏，不会是在家打的吧？爸，我又没电脑房钥匙。这么说，你没有拿床里的备用钥匙进电脑房？爸，你怎么凭空无人清白？你清不清白，看看钥匙在不在就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配钥匙的。辛苦了，配了两把。爸，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何况我们是父子。爸爸误会你，爸爸一键三连的相信你。洋洋哪知道床底下那是工程钥匙，主要是开过门，工程钥匙就不能用了。开锁师傅说的没错，这是工程钥匙。拿错钥匙了，老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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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吧？快快帮你捡！炸！不用了，我自己捡。我没有，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信你自己去查。无需调查，爸爸自恋主歌的相信。我知道那天撞我的人是你，因为身上的香水味都一样，是洋洋指使你的吧？林佳，你是我最信任的女性，能帮我个忙？可以啊，那你让我亲一下。起蝶双飞。叔叔，跟洋洋无关，是巧合。你出去。这里边是你考试挂科的成绩单。不说实话，明天这个 U 盘就会到你爸手上。幸好没告诉你家门，主要是藏在我爸床底下。这事是不是洋洋做的我不知道，但他经常说灯下黑最好藏东西。灯下黑。爸，你又干嘛？调换我身上主钥匙的人是你吧？
爸，你又来。你调包换走了我的主钥匙后，回到家就拿主钥匙替换了之前放在床底下的工程钥匙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我从床底下找出的这把工程钥匙才是真正的主钥匙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愿赌服输。你是我最信任的女性朋友，一旦计划展开，我爸找不到主钥匙，一定会来找你的，无非就是威逼利诱。放心吧，洋洋，我不会妥协的。不，你要妥协，到时候你就这么说。这事是不是洋洋做的？我不知道。这事是不是洋洋做的？我不知道。但他经常说，灯下黑最好藏东西。洋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不让我爸找到真正的主钥匙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一定会换死。所以，只有让我爸赢了，他才会放心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早已配了另外一把主钥匙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挨揍吗？以己为旗，才能胜天半。孩子吧，算了，老婆给的零花钱不够。钱攒够了，给我儿子来一个。Father, family.